颈这个地方又很容易敏感，又很容易痒，所以第一个事情是检查一下你的力道是不是太轻了，是不是你只摸到它的汗毛，所以它会很痒。如果你加重的力道还是没有用的话，第二个选项就是你增加接触的面积，就是我们把指尖改成指腹或甚至是掌心哦。所以指尖原本是很小的面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增加变指腹，然后再改成掌心去摸，这样子就可以破解它很痒的那个反应。如果再不行，就代表它这个地方就是很容易痒，你也不用觉得气馁，你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调都没有关系。